看到有开门，然后我拿快递去，发现是一只狗狗领的那个快递，当时就害怕极了。然后我那个我抵账都没有撕下来，然后他就把快递给拿走了。你很喜欢我和爸爸，然后他也很乖，出去遛狗，然后给他讲故事，喂他吃东西。狗蛮聪明的，然后就是能很好的融入到我们家庭里面。喜欢养狗狗嘛，然后也会从网上啊或者其他的渠道啊自己去学习一些养狗狗的，然后教它的一些方法吧。会的一些小技能还是比较多，像我们一起出去买菜呀，它会帮我们叼着小笼子，然后就说会那个帮我们拿遥控器啊，然后帮我们丢垃圾啊，这些小技能它都会。没想到大家都蛮喜欢的，然后我们也蛮开心的，然后也比较意外，有这么多人喜欢，我们家的那个女儿，然后我们家狗狗，以后的话，还会经常拍的，因为大家既然这么喜欢他们的话，然后也会后续也会拍一些视频跟大家一起分享。